爸爸，你以后可不可以早点回来？我害怕。爸爸以后会一直陪着你的。那拉勾勾。117号杀手，您有新的任务。我已经打算出手了。对方表示可以治好你的女儿，你难道不考虑下吗？交给我吧。我终于成为你的人偶了。
你回来了。爸爸，娃娃呢？哦，爸爸下次补给你。爸爸以后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对方愿意救我的女儿，并且愿意给我延长寿命的记忆芯片。世上根本没有这种芯片，我只有一天寿命了。我们可以交换芯片，共同找出幕后黑手。只求你能好好照顾我的女儿，我答应。